从6岁开始参赛，我已经记不清我参加过多少次比赛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参赛站在舞台上，让我更加自信，收获了更多的舞台经验，这对我将来学习音乐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孩子呢，这几年通过学习京剧呢，在性情上有所改变。因为之前呢，孩子是一个比较内向、比较害羞的那么一个孩子，通过学习京剧呢，性格开朗了，也善于表现自己了。通过学京剧也成熟了，比一般的孩子心智要成熟一些。